啊，咪咪，哎，我不会玩这款了啦，哦，好难玩哦，我的妈！西安安，救命啊！哎，我跟我想的圣骑士不一样哎，不是魔兽世界的圣骑士哎，爸不早安，下午好。我还在主线呢、啊，我现在不知道第几章了、欸。贺假霸晚安，好久了，好久了哎、欸。哇，卡住了。你知道？我知道，就去玩死灵法师了。拯救最后避难所哪一章？你几等？等一下，你知道很后面了吗？结果你已经七十几、八十等了啊！那我没有办法帮你啊。只是为什么啊？拯救最后避难所是什么？哪一个？你是哪一个卡住啊？哎、欸，是吗？啊、应该拯救最后避难所是什么？我很顺的打过去了、欸，爷爷。我想说啊，最后不就一路打过去吗？你看有看过圣骑士这样打怪的吗？哎、欸，好卡、啊！我要扭扭，等一下如果太卡，我就把屏关掉啊。你是打不过还是找不到东西？哎、欸，干太卡了吧！哎、欸，你咋没死？你传 DC 了，嗯，好。这整个卡住不知道干嘛。你有重登过游戏吗？或是你进出副本过了吗？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是有章节要打一个，要过一个图，还是问一个 NPC， 结果我问那 NPC 怎么问，他都不理我，我就进出地图就好。你这个好眼熟哦，他好像是要先完成一个任务啊！你先去另外一个门，好像也有发光的门吧？然后叫你拿完一个东西才回来可以开这个东西。哎，雪莉安安，就是我想起来，你这个任务好像是你要先去另外的地方，找到解开这个封印的方法，然后那个找到方法之后再回来这边就可以解开封印了。应该是啦，你应该有另外一个任务吧，就是类似支线任务的，应该在上面的门会闪亮一下，不亮一下会有亮，没记错的话，你看看有没有，有那只龙啊，对我刚刚要关掉了，靠，我忘记关，没有你知道吗？我想说，到底它有分三个嘛，一个是什么都没有，一个是一个小龙。另外一个有大龙，我想说，
嗯，好吧，支持一下好了。像姐姐说的，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嗯，是吧？我以为这个是可以帮忙捡钱的小宠物，哎，又是不会捡钱哎、欸。那明明你先去看有没有啦，你先去看有没有那个任务。是外观，谁知道？哎，小伟安安，没有，怎么会？完蛋！进入时间病啊？怎么会？凡是你用手把玩吗？不是，我用键盘。手把好用吗？还是我现在接接看？黑子安安，我其实按了大概三个小时了吧，现在手有点痛。你用手把，我还是我该用手把啦，这手有点痛耶。哎、欸，对耶，我要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本来想说啊，他可以用手把，哎，还是用手把好了。看，原来你是问这个东西哦，白痴哦，等一下，要漏多久啊？哎、欸，我其实没有调要漏多久。那我先把坐姿做好啊，等我一下。哎、欸、小，小一点。按错。好，我们就漏到四点，好不好？我真的是想不到我会想玩单视角、欸、又不是 POE 玩镇火，没有，其实镇火那时候也在想说因为只要存活性够高，不然我都也是想玩法系或刺客系之类的。哎、欸，怎么他要跑上来了？讨厌鬼！新的，其实没有新的、啊，这露手手露很久了、欸。小小子安安，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闹钟，闹钟，闹钟，闹钟！好了，好了。桌上是小，桌上是小熊，哪一只？不知道，不死。身为一个兔控，怎么桌上会有兔子以外的东西呢？对吧？你是显示新的，那就有可能你才刚达到这个点数，或是你太久没来我的台了，有没有可能？你都有跟欸，你有五千，才五千，没有啦。欸，优一好久不见，搞炸！不对，你这时间应该要睡觉吧？对吧，优一？提高进账伤害，长跑。你看啊，我还是会捡到其他职业的装备啊。步兔点吗？步步点数啊。养病，终于出事了吗？不，终于啊，对不起。叫你不要勉强自己，你看。下班不睡觉，还在跟兔窝的玩游戏，真的是齁。你这边没有 VIP 啊，我就一直蹦壳哦，确实啦，没办法，因为早期应该也不是早期啊，很早以前 VIP 其实都发光了，都是给朋友的啦，跟那些很久没来了。有吗？免得到时候又说什么啊？怎么自己钻石没了？对不对？又不好说话。嘿嘿。今天第四天。好、哦，那啊，所以你这几天都在跟他们玩原神，不不不不不不神界啊、哦！我最近看神界的图蛮多的啊，原神。欸、我本来前几天真的是那时候啊，帕鲁啦，帕鲁还没上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办？真的已经游戏荒了、欸，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本来想说啊，找你们去猎动物好了。找着找着又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帕鲁就上了。自从发作开始，算是……欸，你到底怎么了啊？你这样还养得起我吗？啊，虽然现在番茄在养我啦，哎呀，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还是米米删掉重练一只了，14等而已，很快的，14等大概两小时内吧。那个三小时50等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练的、欸。好猛哦、喔！哎，明明你有印象，你是在就是雪山地形的箱子开到的，还是沙漠地形的吗？你还是你就真的是有地下层就冲进去玩，有地下层冲进去玩，管它高等或低等。因为有人找了4-5天，从来没有找到金色的那个帽子兔子，也不是说金色啦，就是绿色品质以上的，他们也没有开过，会跑来问问看。嗯，啊，先点树，我点到哪里啦？看个，再来应该是点这个吧。那个印记现在影响你？哎，等一下，倒换一个。等一下，欸，我第一次用这个皮被砸，欸，等一下桌子也被砸飞了，白痴哦，哎呀，感谢优一的500小起点，哈，欸，等一下，我点这个了之后，这个就不能跟，这不能当光环师了，欸，这就自己玩的，欸，哎呀，这个好像有点，你看哦。我当时想说完圣骑士就是我可以当光环师，哎，然后我现在看的就是人家配的点数是要点这个，哎，印记只能用在自己身上了，你和你的盟友的攻击及法术造成的3点额外病灶，嗯，好吧，还是自私一点好了，再见了。再见了，队友。哈哈。哎，希望印记可以对队友释放技能术所有效果，对盟友身上依然有效。啊？没有补了，不是，这不是补，这只是提供回血跟那个的。有没有？你看，来仔细看哦，我释放这个。这个释放出来的话，才会提供那个生命回复。没有好嘛？到时候要组队，我再把这洗掉嘛，好不好？我再等一个机会，教主可以拭目以待。什么东西？你说十连抽吗？哎，不行哎，他这个点法好自私哦，他没有点这个哎。希望印记可以对队友释放。技能术的所有效果，你要点这个，他点这个，哎，还是玩先玩到后面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光环师的点法。没办法，因为现在我如果打不动的话，我就死在这里。先让我自试一下吧。不然身为一个奶妈，怎么可以还没奶到队友就先死掉？飞锤移动速度变慢，
你再等一个机会。好，哇，啊，再来四点，这个吧，完蛋了，看都看一半，还是到时候咪咪帮我找啊，找人家玩那光环四天赋。我就全程当一只宠物跟在旁边打。提前是我要先离开这，重练重练。你那只一定是打到什么东西了，坏坏的东西。只能用看你们玩，用什么？这游戏我都只打个几场，根本玩不完。哎，确实哎。而且不是没有补师啦，我这招是补血啊。这招打在敌人身上啊，但是是有补血效果啊，我的治疗会杀人，是这个意思好吗？用中医杀人，补到你鼻血流出来。只能用看你们玩，只能看你们玩哦。哎啊，不就其实也是最近的我啊，为什么那么少开台？想看的台太多了啊，能开台的时间只剩下深夜了。锤死啦！怎么这样子？再来点这个吧。你和你的盟友，再来点这个。我手头还有死亡之岛。等一下，这什么东西？阻挡原因讯息，霸凌，为什么啊？欸，小小子，你打深夜台，他竟然说你的这个有点歧视言论，我不知道，哦，笑死，你试试，你打深夜台。台台湾的台，深夜台，笔画比较少的那个台。哎、欸，没事哎、欸，那你打深夜台再加那个头贴啊？你没有订阅，你没有订阅，因为他是打深夜台，然后那个躲在墙壁后面的贴图，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歧视言论。
再来是深夜台，这就没有啊。一代豆腐安安，月雪啊，下午好。真的哎、欸，哎、欸、有哎、欸，等，你们在干嘛？等一下，你们在干嘛？等一下，等，等一下啦，皮了是不是？皮了是不是？你们有 DC 的看突破 DC 啊，我贴一下，我贴在综合聊天室啊。哎，允许啊，阻挡原因霸凌啊，若允许的话，请按允许啊，允许。为什么、啊、深夜台不是你要打深夜台，然后躲墙壁后面那张图？嗨，露诺晚安。你要贴那个墙角后面的那张图，就会出现被阻挡。所以为什么我不知道？还是我那个躲墙壁后面的图其实是不雅言论？怎么舍得霸凌主播？哎、欸，怎么又没有了？可以啊啊，可是确实没有啊，帮我贴给你看。骗我没骗你哦，你看啊。哎、欸，四点了，我要把手露起来了，我把手遮起来了。我爸突然关总电源，害我跳电。为什么你爸关电源？你爸开哎，我手好酸哦，我试试看手把好了，痛，看看哦，这个是这个手把用，他在修兄弟没跟我讲，你还是你希望你爸被电呢，好不好？嗯，正方形是这个 ，R2 是这个，啊，我普攻是哪一个啊 ？R1，啊 ，L2，正方形 ，L1，L2，正方形回缩，圈圈攻击。R2 OK Do not look surprised. You should have seen. You know how. Yes. I've heard of your power. Come on. See how you. Dangerous.
好卡哦！叶安安，哎，没有死，轻松轻松啊！不愧是圣骑士啊！等一下哦，其实还是其实是数字被，不会啊？为什么会啊？什么数字？是小静安安，哇，我那时候不想看，因为他很多汉话都有口。你为什么要口我？欸，我没按哦。我也要口你，哎，这个要是姐姐来对我讲该有多好。对不对，露诺，我没说谎吧？对不对？就只有那一次在帕鲁骗了你一次，后面就没骗过你了。哎，这点完了，我看一下哦。下一个要点，三，再找。你知道？我看到圣骑士有这一招，我就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时间回溯，欸，一个堂堂圣骑士，应该说一个堂堂的骑士，欸，不，战士会时间回溯，欸，我想就很合理呢，欸，很不合理，欸，但是系职业有时间回溯，不对吧？来看总统怎么样？等一下，你等一下就完蛋了。觉得开台没事啊？爸爸，吃下完没事，开台就出事了。这个卡顿。I can see smoke in the distance. I will not let Raya lead another massacre. 我怎么一开始没用手把玩啊？好轻松哦！啊，这怎么剪啊，咪咪？哦，安插啊，哦哦，他这么智能的，哦，哎，是，差点死。欸，我皮可能要关掉了，欸，哥哥们，你用滑鼠剪啊？姐，啊，他怎么就没有比较了？他什么意思？啊？欸，
比较物品不在 L 3吗 ？L 3是什么啊？不是类比压下去吗？哦 ，L。按着 R 在那边讲 L， 提高毒性。嗯，点是这个吗？哦，这是什么功能？好麻烦哦，这个还是要用滑鼠的哎。看看哦，它是点这个哎。来，我看下一个要怎么点啊？先点这个，运气会提升你和你盟友的治疗效率。骗子，补自己，说盟友啊，干没骗，给我骗。雅克尼安安，喝水，好的。我要喝水啊，各位。这个打看好了啊，哇，怎么变这么轻松？这就是长大的感觉吗？简单来讲，这只就是地图精稀有怪还是精英怪吧。然后那时候打他，被他压在地上打，压在地上磨啊，没错，被他压在地上摩擦。为什么？
你可以了。你然后怎么解决的？哇，这招好好用哦！原来是我刚刚打完 BOSS 先下线，要再重打一次。对不对，我就说要，也不是说过图啦，我那时候就是要重打，要重新一个流程。我没有马后炮，就是我那时候刚刚不是有讲说那个吗？我就是过个图就好了。哎、欸，恭喜你，你走下一步了。我刚刚很白痴，因为我这个时间回溯嘛，就艾克的大，我刚刚残血了，把血补到满，又回溯到我残血的时候。234 186专精了，你说转职了吗？鸟鸟还在，我以为被关掉什么。提高生命再生，魔力再生。这个赞哦。好诶，魔力生命，移动速度。我鸟鸟，不是啊，是皮整个关掉，干鸟屁事。关鸟屁事！安安歪女安安，终于可以爆炸伤害了。看按错，下面是多的，哎、欸，我也这么认为，所以我有一阵子就是只露半张脸呢，把鸟露出来，没听错，我都把鸟露出来给大家看。而且还在 YT 哦，我在 YT 把鸟露出来。真的啦，你看，等一
等一下你那个这次就饶过你了，不要再打这些字了，这些字会的可能会让我被编台。据说啦，有人是这样被编台的啦。怎么越听越奇怪？哪一个东西？原来有这种嗜好？没有啊，之前是这样子啊。问一下、喔，可是这个要关掉哎、欸，就是之前在 YT 是这样子啊，然后安妮就整天说你为什么都要露半个脸啊？我说不觉得半个脸很可爱很好看吗？就跟戴口罩的感觉一样啊，对不对？对不对？这样其实看起来有，还是蛮好看的啦。剩下的地方可以让人家想象跟遐想。我在想，如果刚刚。我没有很自私的点那个滋补自己的话，应该已经死两次了、欸。我现在是靠这个锤子伤害啊，可是锤子就是会乱滚乱飘，就是很难一次清光。几乎很好，偷看感觉比较可爱，对不对？然后就是常常会这样子看来看去，看来看去。那开始摇头不会卡吗？不会啊。所以我之前是在 YT 玩那个嘛，那个叫什么啊，阿尔宙斯，然后就一直都这样子在玩啊。慢，我前期就打到这个绿色装备，真的很不想换掉哎、欸。
暴击几率持续伤害。哎、欸，好像可以哦。持续伤害哪一个？白痴哦！我在看自己的装备，说好像可以，捡的装备说啊，好像可以哦，啊，结果是自己的装备，不是怎样都可爱吗？哎、欸，要看呢、欸，是什么都可爱的，好不好？这个人也是会挑的，好吗？然后昨天在看番茄，他们都在玩那个嘛，大虫虫。但我更确定的是，我不该叫安妮玩。总不能让他晚上做噩梦吧？啊，你是紫 V 皮哦，哎、欸，也是要看呢、欸，也还是要看呢、欸，要看画的人做出来的，对吧？就熊熊他，哎，做的就很可爱，画的很可爱，哎、欸，这只好看。他会把我禁言六百。没有，我跟你讲，我那时候问他，我那时候先问他，我没有要推坑，只是想说这款游戏上了，我是这样讲。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第一天、第二天不是连线很不稳吗？哎、欸，好卡！第一天、第二天连线不是。太卡了吧？哎、欸，这我死掉，我要要求赔偿。换游戏竟然会卡，虽然比 D 四哎输了，就比 D 四流畅很多了啦。他死了，露诺，你怎么躺在地上，露诺？抱歉，你身上有那块碎片吗？那只长毛是我的长毛，也是一个唯一的。哎、欸，长毛不是刚刚打那个像死哥的吗？四个小孩说打小虫的那个，不是。那个最近我很红的啊，就很像那个虫虫入侵台湾地球，然后大家就是拿那个枪去各个地方打。你说那个缩小的那个更不能找安妮啊，那个虫他已经很怕了，然后那个虫放大已经放大几百倍，你让他吓死。彼岸安安。Here, come. We have much to discuss. 番茄，我饿了，乱叫，没有啦。你知道现在番茄都在帮我准备治疗药水吗？有很多很多口味的治疗药水。有百香果口味的、真奶口味的，跟多多绿口味的治疗药水。哎，卖装备，卖装备。我原本在玩那个啦，他原本技能有这个，他原本有这个技能，那时候其实还玩得很开心。那个旋风斩，就原其实转圈圈的走过去。那时候玩得很开心，
后面发现说，哎，不行耶，要专注一个技能。然后当然我就想说，锤子或者是那个转圈圈选一个，我选锤子，然后就开始一路练上去。Yes. 然后练着练着，我就想说奇怪，怪怪的哎，流派好像还是怪怪的。然后后来就是观众干爹就是有贴那个人家流派之类的，我就找一个比较接近我这样子玩的。格挡几率，格挡率，不是，我当时真的以为我这个就是跟魔兽世界的那个圣骑士一样，因为那个有个技能真的叫奉献嘛，奉献是在地上放一个持续伤害啊，如果是友军的话是持续回血。跟我想的不一样。之后如果重玩的话，我要玩法师了。看到天赋树有点头痛。对啊，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觉得比真的要真的要说比 D4 好太多了。因为你一个技能有很多种使用方法。你这个很轻松，去你的！你给我来玩这个，去你的 ！We don't have much time. The lance it lies deep in. Perhaps it is not my place to question. Then pray my reservations are unfounded. 以前的 LOL 还好吧 ？LOL 是天赋，不是技能。你要讲真的要讲是讲魔兽世界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魔兽世界光是一个什么冰霜弹，就可以看你要点伤害还是点暴击，或是 CD 时间。They will reveal that we were ordered. There have been it is, but Raya is the larger threat. If freeing Mordatus is what we must do, then we must be ready. Yes. Farewell.我前面也觉得想说这个斧头丢得很顺，很开心，但到后面斧头真的打不痛。啊，所以明明你是要玩死灵还是玩那个啊？召唤？不，同一个东西。你要玩元素还是玩死？完美主义者这才全部填满，哎，那很适合去玩强迫症游戏。我去拉个帘子，等我一下。术士啊，术士是什么？是死灵吗？对，术士是死灵，还是是八十？然后不要让我觉得他很猛的另外一点是，不是也不是说猛啊，让我头很痛的另外一点是，比如说最上面这个是你一开始的逆转天赋嘛，就是初心者天那个天赋职业啦。那再来这三个就是你逆转的那个职业啊，我是主选圣骑士嘛，但是你还是可以点其他的天赋哦，这样。怎么不一样？死灵是召唤流，巫妖是吸血流，术士是叠加伤害的，哦，当病毒的哦，那就是啊，真的是魔兽的术士哎，看一下，嗯，还要点这个吗？看一下哦，哦。
没有哎、欸，点什么？点到五分。哎、欸，谁？石田安安。哇！啊，对不起，太嗨了，太嗨了，差点死去了。差点死，差点死。巫妖是吸血流，那我会想玩巫妖欸，因为之前玩魔兽世界，我的那个牧师，我就是玩那个牵线的，我们玩精神鞭笞，就拉一条线，一直很像类似吸血的效果，一直吸，很快乐欸。哦，痛啦！感谢巫医的16个月。哎，趁人之危，趁人之危，趁人之危。他臭掉了。噔噔。
然后嘴巴都是血的味道。嘴巴有血的味道。哇！我被雄心之刚了，康康。攻 ，Gods， 太变态了吧，会晕人呢、欸。太卡了吧，白痴哦！
哎、欸，打不过哎、欸，等一下、啊，被扛一下就死了呢。一二三，然后回缩回去。等一下，怎么那么难？没理由啊！为什么被扛到两侧？终于安安，被扛到了，被扛到了。算你的是不是？算你的是不是？哈！生命值超过65%，进账病床伤害。如果生命值低于19，太棒了吧！提高投资攻击的晕眩几率，太棒了吧！太棒了吧！不够装，太棒了吧！好玩游戏，攻击时增加流血几率，太棒了吧！好死了、啊！教室原来可以直接传送一单，被帕鲁影响。你是说一定要踩到点才能走，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怪怪的了，因为就算萨尔达也不会要那个啊，萨尔达也不会要你碰到那个点才能走，对不对？我们萨尔达。可是可以直接传的呢。哎、欸，有东西没拿，白痴！去拿，回去拿。
不服号角。塞恩，阿 B B 啦，又是会康的，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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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好难打哦！不是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了不起，是不是？不是了不起，是不是？等一下再喝下去要去尿尿了，跟你说。喝水。啊！喝完。我刚刚想说，怎么下午那么冷？哦，已经快晚上了啊！要开电暖气热。哎，咪咪，我问你哦，魔渊龙挖矿那个？只要提升他的心术就好，对不对？应该跟伤害无关吧，因为他不是是骑乘后的伤害吗？还是其实要搞一只攻击很高的魔渊龙？不要靠近我，流氓，臭流氓！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野外矿有没有伤害。我觉得是没有啦，因为我不是有说我有一个那个吗？我练一只
伤害乌龟，然后那个伤害龟跟工作效率龟差别真的不大哎、欸。然后我把那个伤害龟现在就是，他如果开技能后转一下框，伤害是90，快100而已，没有到100，这只有90而已。嗨，糖糖，安安。我现在是有养一，准备要养一只了。可是我在挑那个个体质好的，所以要去抓一只野生的魔运龙来养。养一只野，爸爸去抓一只野生魔运龙，可是都不小心被打死，那伤害太高了。哦，嘣嘣！有审判了，可是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就这个啦，地面奉献嘛，你看盟友在上面回复生命，然后这个是会受到失去伤害的，可是这招好像没什么用了啊，这招没有什么人在点，就是魔兽世界的话也是这个啊。奉献，砰！这个啦，但是魔兽世界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哎，兔兔，所以我以为他一开始就这一招了。哎，应该当时先看好流派再来玩。但很多人是说这个你自己摸乐趣会更多，可是我就是那种，如果没有打定主意，我天赋其实都不愿意点的那种。挂台吃饭去，好的，感谢你的挂台。嗡。啊，在玩什么？
挂着出门，小薇拜拜。好冷哦，等下穿个外套。不许穿，脱掉脱掉。嗯，就最近其实因为前阵子紧的时间偏少，然后这阵子感觉就是睡还睡眠债了。像昨天，其实醒的时间超短，超级少的，我连光遇图都没怎么跑。哎、欸，你们昨天有玩光遇的？你们昨天是不是会闪还黄灯呢、啊？真是飞锤！哎呀，旺，你是玩哪一个啊？你知道吗？我也以为我会有想玩死灵法师，连我都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会想玩战士职业了。你是玩什么啊，旺？就是听说会是闪环灯，我中午才开始跑毒的。哎，不然昨天当不成司机。线上版想练熊哦，哦啊，你是玩离线版的是不是？我那时候看人家说什么离线版就不会卡还是什么，一点进离线版啊，啊你啊线上版的角色就不见了、哦，这也很合理呢。首次加入聊天总那么多啊？等 ，Hello， 等一下，我是被揪团吗 ？Hey boy， 我是被揪团吗？我没看到我看到四个首次聊天怎么会这样？他们是来集体揪过来跟我打招呼吗？Hello， 刚开那天线上超卡，对啊，我也是没有啊，我刚开的那一天我在玩，我还在玩帕鲁，然后是帕了第二，我昨天才想到说啊，对呢，这款游戏上市了，然后也看到阿旺你有在偷玩。不偷玩，你有先玩，完全过不了传送门，对，就是这件事情。没有阿旺，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想玩圣骑士嘞？你看圣骑士对不对？会补血对不对？又有光环对不对啊？是不是可以耍废？结果
他的圣骑士跟我想的圣骑士差好多、哦，是可以补啦，但是跟我想的真的差超多的哎、欸，因为我把他当，因为我稍微看一下技能介绍，他说有地面奉献嘛，然后我就完全想到魔兽世界的奉献。对他的效果跟技能说明都一模一样，但是你要学到这一招，你等级要够高。我有看到类似正我的玩法，哪一个职业的啊？对，要超高，对啊，那都已经玩下去，已经那时候几等，十一、十二等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还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那个什么，这个水还不够深，有没有？只过了脚踝而已，现在离开还来得及。那时候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想说，还是改玩死灵好了，反正都可以转啊。对啊，你不觉得他这个？他这样设计还其实蛮棒的嘛，就只是练技能会有点辛苦而已。你看，哪有战士职业会有时间回溯的这一招啊？啊、那个谁，小空他们有买这一款吗？但他的技能组比第一次有趣多了，怎么有趣多了？有趣太多了，没聊到哦。哎、欸，超好笑！昨天半夜跟他们去打咯，跟我讲说安心好久不见，我说乱讲，什么好久不见？明明都还有在聊。他大概三天就会说好久哦，也是啦。那个谁，珠子就是说有没有想我哦？繁星好想你哦，玛吉玛，玩笑、哦。哎，有没有没有点的？一、哦，油腻情侣真的呢，
这个动画设计的不好哦，我已经先走过来了哦。唉，对啊，到时候可能就是哎、欸，陪我练个技能啊，去吸个趴。我是用手把，没有，我稍早是用鼠键，因为脸太酸了，你知道飞斧要一直狂按狂按狂按，我按到其实手有点酸，改换用手把。手把好用吗？欸，我觉得还不错，我大概才前30分钟改手把吧，弄得蛮习惯的。啊，只是点东西跟卖东西我还是用回滑鼠。对啊，因为我刚刚就是一直走，飞斧要一直按到其实手有点痛才改的。哦，咔咔咔咔咔！我刚想说，阿旺一过来。就有那个啊，有四个外国人来打招呼。我想说啊，阿旺纠缠过来哦，阿总没有看到的通知，而且就都是纠外国人过来，我说太意外了吧，阿旺，这么 international。一开始用红组件的，我就想为什么，我忘记了。我一开始就想说，哎、欸，可以用鼠，可以支援手把、欸，哎。然后那时候捏角色弄一弄，就是先用那个嘛滑鼠打字，然后打着打着就是啊忘记了，然后就一路用到你出现，想说啊对呢，有可以用手把、欸。因为那时候第一次我就是鼓吹手把嘛，欢迎加入手把教。欸，那时候手把有自瞄，玩兵法很爽欸。然后我看到他有个技能，也是魔兽世界那个圣骑士有的技能，就是他可以丢盾牌出去，然后盾牌会那个啊，会类似那个连锁闪电那个。我本来想说还是我玩这个好了，
就是丢盾牌，然后它会弹弹弹弹弹，很爽耶。以前玩圣骑士最爱的就是这一招跟风仙那一招。史路，你跟我说史路啊！有有有有有有有。没错。哎，果然还是该自私点啊，先顾好自己才能顾好队友。卡烂。玩游戏不会使人暴力，这个才会。你玩什么？我玩圣骑士叶子安安。我玩圣骑士，想不到吧？一个平时只爱玩法师角色的，玩了一个很阳刚的角色。原飞猫早。我想说，我想当一个柯乃科普的，哎，不然可以放状态，可以补血的，然后刚好真的有圣骑士，然后于是呢就选中了这只，就发现这只跟我想的圣骑士落差太大了，现在要排队了，哎，不下线了，死也不下线了，我要卡在线上，我卡着睡觉。现在排几个人？8600！哇哦！不下了，下线是小狗。
居然是召唤物，不是召唤物，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不是召唤物啦，后面这个是宠物啦，买那个最贵的礼包给的啦，外观而已，外观而已，没有实际用途。这游戏可以点攻速吗？没有攻击速度。有投植物速度啦，我不知道欸，我目前没有打到。应该是有啦。这个外挂。欸，这是挂台的吧，挂台那只蜥蜴。这个啊。欸，手把的体感好像越来越好了哦。欸，我不知道其他职业有什么回血手段呢？欸，其他职业有什么回血手段啊？还是就是那种击杀回复生命跟攻击回复生命而已了？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其实圣骑士还不错欸。宠物有功能吗？没有。我想说可以捡钱的啊，结果不行。没有捡钱功能。这样子我很想念 D3 欸， D3。第三，至少宠物可以帮忙捡钱。叶子，你今天会开台玩吗？今天又会小开一下吗？你今天又会小开一下吗？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法师跟那个谁，欸，游侠吗？在选，然后选择，我其实一开始是很无视最左边的哨兵，因为一直以来我其实都很无视战士职业，看到战士职业我其实都是先跳过。那只是我想说真的很好奇，看一下有什么战士职业。不外乎就是什么拿双手剑的啊，拿盾牌的啊，啊点开，欸，圣骑士，欸，是不是可以补啊？然后就好奇心驱使下，欸，选了这只。他跟我想象中的圣骑士，对啊，超不一样欸。
只是想不到名字，拿个圣骑士来敷衍一下嘛，完全不一样欸。那表示我们圣骑士的刻板印象很严重。可能就是因为会补血的战士啊，没想不到名字了，要是个叫个圣骑士好了。群帐，召唤物生命，是什么？冰霜伤害，2-5-3。提高流水持续时间，达瑞斯，瑞斯叔叔。啊，没东西放上去。战斗士，哎呦，也是呢，乱讲话死了吧？哎呦喂！给个位置输出嘛，没错，
完了，现在觉得手把好好用了、哦。完蛋了，完蛋了，手把好用，越看越像贾克斯。skin 问题 ，skin 问题，换掉就不像了。现在像什么？点到哪里了？升级了。可以点了。等一下哦，你有更高几率格挡，并且格挡回复你的生命，但不能躲避。哦。What's left is locating the lance. This is my punishment. This shall be yours. 于是我好像可以站路欸，试试看。哦，不行不行不行。你看好像，欸对，好像可以，来来撸撸撸撸起来撸起来。再生，脚麻。We have the lance, would you? But why? I'll give you. Tell me more of this. The lance was found, and the bond. 坐坦。什么坦？不是啦，我，你还记得我的自私回血吗？不能补队，不能帮队友回血，但是自己回两倍。For now, they focused on their gods.后面再转吧，前面先乖乖拓荒。后面再去找自己喜欢的点法，不能帮队友补血，觉得很痛苦。我就是想奶你们。没办法，因为通常这种都是单人的 BD 嘛，对吧？哪有？也是有的啦，只是现在查到的几乎都是单人 BD 啊，没有办法查到。Yes. 而且我当一个奶妈，我要怎么去拓荒啊？就这个啊，你看，我现在自身有没有这个帮队友回30%血量的光环，没办法再帮队友回血了，只能回自己。每个激活印记，我就是点这个吧，看看，看看，看看哦。对，啊。
他先点这个哎、欸。印记会提高你和你的盟友治疗率，好，所以到时候转补的时候把这个点掉就好了。好喂，然后再点这个，希望印记的魔力消耗更少。哦，好喂。Gods be with you. I know things, of course.All that is left is to take yes. If what you say is, to be honest, I can't imagine it. Of course. He is all that is left is to take the lance and bless it. Yes? 请不要这样。啊。Farewell. 我其实一直很不懂那种像那种英雄。确定已经死掉了，然后那种被复活的感觉会是什么？已经身上都已经化成灰，只剩下什么脚啊，或是指甲，就用身上那种指甲或脚把它那复活，然后前世记忆通通都还记得，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好好奇。哎、欸，现在咧？现在咧？打开地图。各位，我觉得他这个设计其实蛮棒的、欸，就是有没有？这是前世纪，是负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越往现在的时间走，还不错。帝国世，帝国纪元。往下走，哎呦！哇，穿个外套，等我一下啊，顺便尿个尿，各位起床尿尿，不起床，起来尿尿。哎、欸、咻，哦，好冷哦，好冷，好冷，好冷。
咦？哦呦，大家伙！刚买了 2TB 的 SSD， 你跟我讲，我听不懂。这个是我的领域范围外的东西，反正就是硬碟嘛，反正就是很贵。请问我可以拥有这个光环吗？我觉得好帅哦。Even the gods cannot observe what fate intends for us. There's a settlement south. Do not let it by. Let's go, let's go. Farewell. That might take us there. 哇耶！哇！我要学安妮讲的一句话了，今天差不多了。Hello， 大家，好了，今天也差不多了。哎呀，怎么就走错路了啊？看一下装备，我觉得我这个生命偷取好像没偷到，而且他也没有冰霜伤害，是吗？感觉只是加了血量，没有。Yes， 又是你，对，又是我。I see. I see. 哦。我有多格了、哦，呜呼，三格。
北西，北七。哎，原来这只鸟是跟着我的头在动的哦。哦，那我就下次直接开鸟就好了。我刚想说只是歪个头而已，那鸟怎么歪成这样子？你刚刚跳了，跳了什么？跳啥？跳直播，没事，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必定暴神探哦，必定暴击耶！这么香的吗？每当使用穿越技能时，哦，穿越技能，这个吗？给我骗，没有啊，梦雷安安，顾月安安，额挡率。还是法师的穿越技能，盗贼盾。小猫安安。早安呢，怎么也叫佛西了？我们的关系有这么陌生吗？
提供投掷攻击的速度，应该是这个了啦。投掷攻击的速度，投掷速度，哎，看不到。魔力袋。泰拉神像，啊，生命再生呢，欸？生命再生一个哎，欸，六没掉。哎呀，我们真的差不多啦。我其实本来应该会更早开，但是再混，再看台。We have a problem. It is too dangerous. Are you insane? You did well with the Wangari. 就跟你说了，你能行。They're holed up in the pier. If you think you stand a chance, 有不同选项会比较好。再来是那个什么帕鲁在开箱子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好奇，因为我其实玩的存档，我其实都没有一直去刷副本地下城，所以我很好奇到底能开到什么东西啊。没事啊，屁呀。我要想说，如果再有开心的地图去玩的话，我大概知道要怎么玩，大概知道真的帕鲁要怎么玩了，不会再傻傻的一开始点手作天赋了。我玩两个存档都是手作天赋点到满，到50分，玩的好辛苦，就该乖乖的点负重。别什么手作，
哎，不要再让我遇到怪了，我想回去捡东西啊。捡。腐化伤害，避免暴击，避免大棒、牙棍。魔杖，米莉安安，二级，出发。让我看，哦，有流血了，我终于有流血了，好诶，放我出去。霸王天骂脏话哎！法术伤害，抹掉。好啦，我们打完这个任务，要干嘛？要干嘛？不准关！怎么又一堆？不是才刚打过？干什么？不让我关台欸，关起来，他不给关，怪一直来，怎么关怎么关，法力再生，法力再生生命，好我们就好了，避免晕眩，赞哦。哇，你那么大哦！
哦哦哦哦哦，快跳！哎呀，轻松轻松。好喂，欢太辣，这个要点什么？这个要点啥？这是啥呀？嘿嘿，看，玩这个了，要三等。这是啥呀？辛苦了，哎，来说晚安，快点，免费的晚安，免费的晚安。其实我现在眼皮有点重，因为我昨天这时间其实在睡觉。昨天好像几点啊？光遇跑图的时间嘛，四点，三点半，睡到晚上十点。啊，丽恩晚安，雪莉晚安，顾月晚安，小猫晚安。还是要叫你全名，宰小猫。干嘛？干嘛 ？Can I help you?Don't lose your way. 好，该睡了。这么凶，没有凶，哪有凶？哪有凶？没有凶。哎，番茄晚安。哎，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刚刚。还是一直都在，别说一直都在哦，啊，等下来考你哦，没有啦。看一下，看一下，我很累，所以先补眠。哎，我要去睡了。
我们就过去 ，IID。好啦，我们去转个转盘啊，去转个转盘。好啦，各位晚安啦，晚上。如果要开台的话，也是两点半之后的事情，因为我要看那个叫什么内心糟糕的想法哎念头。首播啊，半夜两点，要开也是两点半之后的事情了。好啦，大家晚安。怎样？你那什么害羞？你也有在看吗？真的很好看欸。那个是少数 OPED 都不会跳过的。今天更新吗？对啊，今天晚上半夜两点了。我以为是昨，应该说我以为是今天半夜两点，结果没睡。啊，结果我看了一下时间，哎，啊，总是25号的凌晨两点。最近在补香开，哎，香开很快乐哎。香开后面都在打斗，看得好爽。他就是。中间有几话都没有在打斗，看着就觉得啊，跳着看。哎，走咯，拜拜。